现在呢，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呢是一个低温慢煮的功能，叫做 sous vide。 那用这个呢煮出来呢肉会特别的嫩。那先用把肉呢腌好了以后装在袋子里抽真空，然后呢再用这个Thermomix 公司所生产的这个专用的刀片盖盖上去以后呢，倒入水，那水分呢它你就完全按照它的这个食谱哈，荧幕上的食谱操作。那水倒了以后呢，再用把这个加温锅水温高了倒了以后，再加入这个肉类啊，那要完全泡在水里面，再盖上盖子。但如果呢你没有那种它专用的这个刀片盖子的话，你也可以用篮子来取代，它的分量就装的比较少而已哦。然后呢一样的水分，然后呢一定要让这个肉类呢是被水完全的盖住。那这样子经过了长一点的时间，然后温度比较低的方式来烹煮过后，您的这个肉质呢感觉会口感上会真的非常的嫩。然后呢在表面呢，在这个肉如果是牛排拿去外面煎一煎，这个鱼也像外面稍微煎一下，那你就可以上这道菜了。我是 Miki 李麦尔廖若婷老师，